球吧，我现在要把这个花房扣上了，它已经做好了，因为那边又有电池，这边又有花，要把小宝树放到里面去。我的天哪，这么难搞吗？这棵树这个吊篮有点丑啊，对吧？耶！看一看小房子弄好了，这是按门啊，妈妈。那你要等一下嘛。你喜欢啊？你觉得那是你的呀？怎么闪了？因为你吓着他了。你吓着你的小房子长大的梦想是什么呀？你想当什么呀？当厨师。厨师是干嘛的？做饭呀。那你想做啥饭呢？摘一些饭。摘一些饭，你摘菜做饭呢？嗯。哦，那你想做饭给谁？给谁吃啊？给妈妈吃。哎呦，你这么孝顺我嘞。真的是
是十五分钟哎！哎呀，你真的很适合当厨师。这边写的是十五分钟。十五分钟。对，是十五分钟。耶！耶！十五分钟。哪个报警？姐姐们都在这儿等了吗？小宝是不是很好看？你在干什么啊？可以说一下吗？妈妈。哎。这是在哪儿呢？那你得慢慢看呢。嗯，在哪儿呢？那个是彗星吗？也没有呀。就拜拜，太阳。拜太阳。现在是晚上10:05，我还是没有看到彗星，然后只能看到天上一点点的小星星。彗星到底在哪里呢？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？小宝，你现在在做啥呀？果酱呀，妈妈。还做果酱呢？谁呀？妈妈。妈妈住在月亮上啊。妈妈是嫦娥吗？不叫嫦娥。嫦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，她跟玉兔住在月亮上面。你为什么说妈妈住在月亮上呢？你说她会香吗？